米奇、米妮还有唐老鸭、布鲁托等等，通通搭着花车出场，和喜爱的粉丝相见欢。日本东京迪士尼日前迎来35周年纪念，决定巡回世界演出，这回更要来台北啦！很期待，就米妮和米奇，就是对啊，觉得他们那个很可爱，然后觉得很棒，台北市可以请到那个米妮花车来这样。我已经准备要去看了，很喜欢。打算去看这个吗？有，我之前有看过一次，今年应该也会打算再去看。北市府观光局保密到家，透露来台展演的将是一台迪士尼花车，还有好几只迪士尼角色人偶，大家最喜爱的米老鼠米奇，还有他的女朋友米妮，可爱的唐老鸭，以及东京迪士尼限定角色达菲熊等可爱的人形偶，都很有可能访台。在他们跟我们接洽过程中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一个项目啊，因为适合登节在这个大小朋友一起来参加，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做合作，这样大朋友小朋友们喜欢的角色，应该都会在这次游行中现身，让给大家一个惊喜。除了日本迪士尼邀约之外，北市府这回还合作台湾迪士尼，打造一座6公尺高的大型米奇主题灯座，将会出现在捷运西门站6号出口。而这座米奇主灯和原装来台的日本花车，2月16号登节开幕时就会和民众见面，2月24号花车和人偶还会参与游行。日本迪士尼花车这回台北就能惊喜面对面。三圈莫格华罗向台报道。